还不说四年要移回国家，被你骗多少票啊？26%的垃圾能够屁话什么？我今天最不爽的是，黄珊珊选区最大名单一定是假的。战犯是谁？就是你啊，柯文哲。4年以后绝不投科。4年以后我不止不会投科，如果科出来选，我会全力帮国民党的人站台。4年以后如果柯文哲出来选，抢国民党的票，我跟柯文哲干到底。混账啊！还说4年以后要赢回国家，被你骗多少票啊？26%的垃圾能够屁话什么？烂死了！多少台湾人希望政党轮替啊？我今天最不爽的是，黄珊珊选区最大名单一定是假的。他说三方都在误差范围以内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开出来的票三方都33%嘛。那柯文哲不做副的我也没有意见，因为本来人都会想要做正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做假名单骗人嘛。你黄珊珊陈志谦现在出来道歉啊，他在柯文哲那边说我打嘴炮说4年后赢回国家，赢你啊，赢你啊。抽的是开票数加起来，那个是不一样的东西耶。